咽回去了。哎呦，老公啊，我到家了，开门了，开门，没关门。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嘿，又看动画片。离我远点。给我只毛衣呢，别指了啊，回屋叫叫。靠边。咋的了这是啊？咋的了你不知道吗？这都几点了你才回来呀？哎呀妈，老公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我们广告部今儿啊又跟那温碧泉合作，那老愉快了，于是就整个 party 都去了。你说我作为一个小头头，是不是我能不去吗？啊，那也不给人面子呀，你说是不是？ party 就得喝酒吗？不给面子不喝。行，你喝吧。现在你就继续跟他们喝的去。别闹，跟他们喝个够，去，不用你回来陪我。别闹，别闹。哎呀妈，给我整点水去。现在就给你够，跟他们喝去，你滚，你滚，你滚。哎呀，你有病啊！你打我！不是，是不是给你点脸了？我一天天我容易吗我呀？啊，谁喝酒不难受啊？我喝多我不难受吗？我去，我为了啥啊？你说我为了啥？我不天天出去工作，我不应酬，你搁家吃啥喝啥啊？行，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？行，我在这家我就是个废物。干啥去？我走还不行吗？我离开你，我找我爸去。走，你别回来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等着走，你等着走。完蛋玩意儿！我走走走，回来。程程，爸爸，你咋回来了？你说你说你这点出息啊！别哭，爸不在这儿呢吗？这咋的了这是啊？哎呀，行了，怎么呢？俩人吵吵了？张瑞雪他打我。这不是爸说你，你都知道他爱喝酒，你就跟他别跟他一样就完了呗，让他点儿。我让着他了，让他他喝完酒，他再耍酒疯，他打我站着呢。爸，他好像追这来了，我不想看着他。这完了。爸，你睡了没有？你上里屋先躲一会儿，上。爸。完蛋，这玩意儿。